открой мне секреты, слова, что без ответа, время идти вперед. Скажи мне, что знаешь, что от себя скрываешь, поверь, растает лед.这边分享一下，这里就是墓穴站。待会我那边已经准备一个袋子，就大家就是带着那个墓穴。那上去的话，就是我们会野外上厕所，所以墓穴放上去之后，然后再用树枝搅拌，它很快就会发酵，然后又回归尘土。好，希望大家可以为这个步道能够维持它的环境生态。万一如果你大完便的时候，可能有可能动物会来翻动这样。OK， 待会我们那边就装哦。自己的那个墓穴自己背，这样就好了。看你自己的排放量多少。好，不用背太多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这只是刚开始啊，所以我们刚开始呢就是热身，慢慢来。你不要看前面走很快，你就跟着走。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步骤，然后会抓一个最慢的，我们大家一起慢慢走上来就好。我们在爬坡的时候要有节奏，你步伐跟速度最好是可以控制在一定的频率，这样才不会有时候走太快，然后走太慢，就导致脚抽筋。我刚刚有观察到有人很喘哦，所以我在提醒大家，爬山不是比赛，跟自己爬，节奏是有点喘就好，不要太喘。每个人体能都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是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就要共进退。那体力好的，我们就可能协助一下我们体力差的。我们底下的步道都是很陡峭的，所以你看哦，我们要跟后面的人保持什么？那个安全距离。因为你登山杖有时候前面不好使，不小心滑过去就刺到人家，所以你可能至少大概五步的距离，这样慢慢走 ，OK。自己要保护自己哦，不要太相信前面的人，总会有意外的，真的相信我。我们这边有导护，你的右脚踩这边，然后左脚直接跨上来，左脚跨上来，然后右手撑着，然后你的右脚呢往上一蹬，手再撑，身体转向就过来了。睫毛是前锋到了，所以你到的话，你就先休息，赶快，后面跟上。田中介，表情管理好一点啊，不要那么辛苦，那个脸，你要很像，要假装微笑。前锋到了，一个接着一个，跟上，距离不要太远。要脱衣服的趁现在，轻松走，心情放愉快一点，虽然很陡啊。旁边有绳子啊，可以抓着，身体靠着山壁。你觉得比较难走，你就慢慢走，再横切过来，走下面一点。所以我在走路的时候，你要看我往哪里走，你才知道往哪边，不要自己乱走，而且又走得那么困难。对啊，跟着我的步伐走就好了，很安全。提醒山友啊，下过雨的夜猫式路线，很多这种烂泥巴，很滑，所以一定要穿登山鞋或是雨鞋有钉子的，会比较好一点。因为昨天有下大雨，所以现在还没干。你看，烂泥巴，加油加油！剩下4分钟，我们到休息站。
好，不错，大家总算有一点声音了啊！恭喜大家，我们终于到了第一个休息站了。背包下肩，哎，要喝水或是吃行动粮的都可以哦。然后水不要一次灌太多，等到你呼吸很正常的时候再喝，不然说太喘的时候你会岔气。我们的水是神仙水，不要乱喝哦。我们的压队向导神出鬼没 Focus。 好，问一下，有没有走到这边有没有身体不舒服的？没有哈。你不知道那个我们的压队向导在等那个不舒服的人吗？阿木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有不舒服的直接下山，他一样三天的钱都到底。所以希望大家坚持一下，不要让他过太爽。我们现在来到界貌师登山口前的碎石坡，来走吧。再往上走大概七分钟就会抵达我们的山顶。加油加油，真的快要到山顶了啊。这里的松露很漂亮啊，对，要拍照的可以拍照。这也太美了吧！美丽的松露，恭喜大家，我们终于来到了界貌师岔路口。界貌师，对，因为时间够，我会带你们去捡那个三角点。OK， 虽然它不是百岳啊，但是我们可以捡一个山头，就是界貌师山。嗯，表现还可以吧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恭喜恭喜，记得表情管理哈，尤其是男生那个表情不要太觉得像有点厌世，要感觉到很像很轻松一样。耶，好，背包放着，不要去捡山头了。介绍是山登地成功，耶，恭喜大家。等一下下坡的时候记住那个步伐一样放小一点，因为你跨大步的时候反作用力会到你的膝盖，所以你走久的时候可能就会酸痛，最后可能走不动。而且走小步伐放小一点会比较怎么样，不容易滑倒。你跨大步的时候会踩得很用力，很容易滑，记住那个树根尽量能够不要踩就不要踩，因为容易滑。那如果有遇到高低落差的时候，你膝盖不对，你脚掌踩到地的瞬间保持微弯。好，我们的神出鬼没，现在走第一位了，一样慢慢来就好了。下坡比较危险，因为你摔倒之后如果万一扭到，后面的行程就结束了。阿木就很高兴要回家了，就掉了，就带你回家一样领三天的钱一样。千万不要给他机会，他一直等这个机会等很久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鹦鹉里溪，这里总共要过两条溪，我们才会抵达我们的扎营地哦。现在队伍通过第二条溪，大家小心走，用登山杖支撑你的身体，保持平衡。然后我们终于到了鹦鹉里溪熊出没营地。我们现在从熊出没营地出发，目标黄金大草原。好，那边会有讯号哦。我们现在离开了这个营地，我这边营地是蛮漂亮的，小心哦，慢慢往上走。这里的林相很漂亮。待会我们再走大概六分钟就会到休息站。不过我们这个速度应该都在休息吧？应该不会那么累哦。会。很好。这就是所谓的士气高昂，龟速前进。我们大概再走六分钟就会到休息站。
对哦，在六分钟到休息站了、啊、这就是排球场、yeah. 嗯、但是我们休息点在足球场，来、yeah. 看到镜头打个招呼吧，嗯， yeah. 很痛苦的表情给他收回去啊、哦，嗯，这样子才可以骗人家上来啊，觉得很像很轻松，但是过程一点都不轻松哦。来，我们的鸭队向导神出鬼没，耶、yeah. ！我们终于到了足球场， yeah. 这边可以好好休息。Yeah. 等一下会玩一下空拍啊、哦。空拍。足球场我来了。来，跟着跟着，来。好，现在他们在彩排，因为要启动空拍机。变化队，哎呦，变化队形哦。好，你看乱七八糟了。我要转脸了。来，交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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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启动空拍机。好，导演就位，演员也就位了。小心不要摔倒了哦。变化队形，好，队形乱七八糟，在我们的预想范围之内。我们现在要离开足球场了，下一个休息地，高尔夫球场。高尔夫球场我来了。嗯，早点到哈，不然这里人很多。每个人都会有镜头，放心。哎，我有职业道德。现在我们从高尔夫球场慢慢移动，下一个目标熊出没黄金大草原，走吧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上坡了上坡了。慢慢走，这条路捷径，比较平缓，另外一条路会稍微陡一点，我会尽量带大家走比较轻松的路线。我们来到大石头休息站，你知道为什么叫大石头休息站吗？你看左边那颗很大的石头，哎，所以它取的名字就很简单，大石头。好，到这边就可以好好休息了。我已经听过太多。表情管理，表情管理，哎，要感觉很轻松的样子啊、哦！耶！我们快要抵达开阔地了，要离开二月松林了。哎，我们的队友士气高昂，整齐划一，非常漂亮。现在我们要前往熊出没营地。我们终于来到黄金大草原，大家等一下可以好好休息了。
对对对对，早上的时候，哎。这鸡腿肉、洋葱肉丝、杏鲍菇、高丽菜，四季豆、咖喱鸡。是鸡菜公文章。好，青鱼，等一下我会拿锅子放在这两边。好，快动吧，直接快动。记得还有水果哈，这里。加油！不用十分钟，我们就接到嘉明湖国家步道了。你看，前面就是嘉明湖国家步道了。加油加油！我们脚程慢没关系，慢慢来就好了。加油加油，快到了！结果成功，恭喜大家。我们要前往三叉山，大家加油加油。后面的云层很漂亮啊，可以回头欣赏一下。三叉山恭喜成功，好，恭喜你们，走吧。我们现在回程，下一个休息站嘉明湖山屋。前面这个路段叫做向阳北峰瀑布坡，继续走，这边会有四个小山头，你看到上面那个 山头就是第一个，走到第三个就轻松了，加油。前面就是向阳北峰休息站，这是第三个山头，恭喜大家，待会的路就很好走了。哎，等一下没那么陡了啦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前面就是嘉明湖山屋，我们待会在那边休息一下啊，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不吃面了，上完厕所休息大概十几分钟，我们就攻向阳山。来啊！没体力了吗？现在时间几点？10:30。好，继续努力。加油！走路的时候就慢慢走，没关系。集合的时候要快一点。Go go go！大家忍耐一下，因为这一段上坡是有点陡。现在时间11:17，我们来到了向阳三叉路口，加油！快到了，快到了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你才知道那个路径怎么走。向阳山。山顶成功，耶！我们现在从向阳山脚点走下来，待会就一路下坡了。现在准备下山了。这里是向阳瀑布，这比较陡，所以走的时候小心，不要拐道。这里是好汉坡，待会会到
黑水塘那边休息一下，不然大家的脚应该很酸，又开始有点痛了吧。我们快要抵达向阳山屋了，走吧。现在时间3:03，我们经过了向阳山屋，充分休息之后继续下去哦。大家继续努力 ，Focus。夜猫是上月亮的镜子，3天2夜访问他们的心得，这样走、啊，边走边讲、啊。累啊！好累啊！谢谢熊大。然后谢谢阿木了，他帮你背包包。难得3天的好天气，开心。开心。对的，大家都蛮幸运的。谢谢熊大阿木，天气都很好。好，我们要结束了，熊出没 ，Focus。Thank you.